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一二班的黄海乐。今天我们要做磁铁小卡车测验。首先准备一辆卡车，它有两片磁铁，磁铁有两个磁极，北极和南极。当磁铁的北极靠近弯曲轴上，磁铁的北极两极会互相推开。看看那辆车向左移动咯。当磁铁的南极靠近玩具车上的北极，两极会互相吸引，玩具车向右移动咯。这项实验的结论是同极相斥，一极相吸。谢谢观看，希望你喜欢。